气泡清洗机，气泡清洗机，这是咱们的电风箱，电风箱呢，然后这一个是我们那个气泵，涮锅气泵哈，然后这一个开关呢就是我们的水泵啊，然后这一个是网带，然后这一个是变频器，这是调速的，调速的，然后往这搬的话它是加速，然后繁殖的话它是减速哈，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气泡清洗机，气泡清洗机呢我们加水啊，这个水面，我们这个水面一定要高于这个刮板，基本上在2公分，也就是说现在给我们这个基本上这个板啊这个地方然后平齐就行了哈，这是加水。再一个就是这个气泡啊，清理的时候吧，然后我们要把这个螺丝，这两个螺丝要拆开，然后把这个快捷的这个头然后拆开，哎，这个地方拆开，然后整个的这一个都可以排出来哈，这是一个。然后放水的时候，这是我们那个就是排污的，到时候这一个可以打开，打开之后，然后这个包括整个的这个这个污物啊，全部就流出来了。这是我们这个气泡，然后这一个呢。